你好，早上的8:36了啊！今天啊是4月8号星期四，我们环球邮报的539的会员们，大家晚安。社长刚刚开完讲后啊，非常的沉重啊，这个为什么呢？昨天我们全车一直独自用09，那今天空空空空就跑出了09啊。0207、09啊，然后293535连庄啊，所以说我们昨天我们独资就是09啊，我公开的独资第一支就叫09，所以昨天的牌今天开出来，这是很正常的，所以说社长以后报牌要特别小心。绝对是全车只能报一只啊，本小利大啊。如果说另外就是用8字牌踩住也是不错的啊，8字牌踩住啊。